几年，我只身起一片事业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是是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怎么还抖起来了呢？根本就不明白我。小黄，你别哭，别哭！哥受不了这个。行了，你甭管了，这事哥给你办了，哥给你办。谢谢你。没事，你回去吧，等好消息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，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。大美，花洒买来了。哎呀，还没去买呢。哎，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刚才黄小黄提出来啊，说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。让咱俩拍照片啊？啥意思？他要挟咱俩呀？不是，要挟什么呀？人家邀请咱俩。是这样的，他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，需要两个平面模特，一男一女，就希望咱俩来啊，觉得你好。你放心啊，大美，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，广告一打出来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大街上啊，商场啊，对吧，都挂着你的照片。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好的事儿他自己咋不干呢？他找我。他有自知之明，他那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么那个头啊，那形象，那腿，对吧，那跟你这没法比。你说呢？真的，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。是是是是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是你说是公交车、地铁都得挂照片是吗？都挂，高速公路上也挂。我这忙我帮到了，这活我接了。你火速飞毛腿，快点，全速前进，买花洒，我要洗澡。不，等会儿，大美，你过来。咋的？买花洒是来不及了，你现在不用洗澡，你现在正好。你要再洗澡，你就容易太漂亮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你看多清纯，对吧？天然去雕饰最好了。我那这样吧，你总得允许我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化个小淡妆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等着你。小淡妆，马上来哈，我马上就来啊，马上啊，哎，半分钟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小猴，哎，我跟你说。猴志远，志向远大，谢谢有梦想了不起啊！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这必须的，哎，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，对啊！我你就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？啊，你一块拿出来，我都看看。哦，别的，哟，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，那行，就这个了啊，就这个，我再好好看看。哎，我说啊，那个志远呐，哎，你那个发明啊，可不能再给他了，明白吧？那个发明挺好的，你别给他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，哎，好吧，啊，哎，赵刚子啊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撬行啊你啊！我没撬行啊，我没撬。我跟他是投资的呀，我知道你跟他投资。那你拿这啥没啥？啥没有？没有，你啥没有？我都饿着了。不是没有了。哎，你给我，我给你行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。我当然给了。那你给钱，你给钱，给你给钱。我正好，我这不这有卡，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10万块钱拿着。密码多少？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啊？扫手机号我知道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志远，拿着钱快走。合适，你需要启动资金。但是你听我跟你说，你。啊太厉害了，爸，这给你玩吧，先。你这不是个馒头吗？钱顺风啊，10万块钱呢！哎，大姐夫，我钱呢？钱顺风，我弄死你我！哎，回去吧，我先带他睡会儿。解开，倩儿啊，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营业执照批下来了。下午大姑姑陪你去营业大厅，咱们取去。哎，什么就一惊一乍的呀？那营业执照是你给办的啊？啊啥啊？给他看看，我们都取回来了。呀，怎么回事？还怎么？这营业执照是我托朋友给他办的。瞎说！我跟田笨笨网上给他办的。哎呦！还给我表演呢，我这朋友就在咱们家呢，我把他请出来，我吓死你，我来吧，有请我的好朋友浩哥。
我旁边这个煤气罐子把你的脚抬一下，你踩我菌钩子上了。大姐啊，说你呢。哎呀妈呀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浩哥，来，浩哥来，那就不能看着点吗？啊、对不起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呀，哎哎嗨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哎，大姐吧。啊，看见没有，这派头子，这就是我的朋友高人。还高人，这也不像个人呢。你傻了，来来来，介绍一下啊。哎呀，浩哥啊，不仅帮王小倩啊办了这个营业执照，而且啊，这一堆那一块的全都好使啊。你们个人有什么事找他全解决啊。哎呀妈，太他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堆那一块的捡破烂的啊？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，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。哎呀，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，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，那这哎，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对，他开公司一般都鼓动我掏钱。那这么说，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？对，分红，分红。哎呀，你等会儿吧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？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？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？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？股东，好。这个事儿啊，也差不多了。对对对，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啊。咱们说点。行。好。啥差不多了呀？还有好多没问的呢。哎，那个孙子。那孙子，哎，叫你呢。这孙子，你多大了？25。哎呀，你都25了，那你该成家立业、立立门户了。不行，这个我离不开他。对他们相依为命的。我爷说呀，我翅膀还没长硬呢，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。天天都干点啥呀？吃饭、睡觉、玩儿。然后呢？睡觉、吃饭、玩儿。哎呀，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。哎，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，你住哪儿啊？住大屋啊。那屋我婆婆住。住小屋。那屋我们住。住客厅。住房厅。住车库。我们带车来的。出去住行吗？我出去住行吧。行。爷爷，他们不是来考察的，是来清理门户来了。